事故事，只要你会说故事，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欢迎收听范可清的品牌会客室。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范可清的品牌会客室。我们今天请到确诊者来，一，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姓高，叫高清坊。大家好，是，我是 James。James 啊 ，James 是一个做什么工作的人？我做室内设计的设计师。设计师，所以你会接触很多现场的工班啊、客户啊、各种的人，都是在现场。对，所以。戴口罩吗？戴啊，口罩戴，酒精用。你怕不怕中啊？怕死。你怎么保护你自己？在你确诊之前，你都是用了什么方法？其实因为我出门会到工地嘛，那所有的工程上配合的人，包括客户，他都是来自不同的环境。是。那我们基本上出门上下车，我们都会喷酒精。酒精口罩一定戴，一定戴。对，那但是包括我们在工地现场接触的物品。我们都会酒精消毒，那甚至在回家之前，我们会我是在玄关装了防疫灯，就是在玄关就把所有的衣物外包的东西通通放在那，然后喷完酒精，让它那边被消毒。然后你做的蛮完整的、啊。我回家马上洗澡，不洗澡不敢碰家里的人。必须，因为这个蛮重要的。好，那怎么还会得？你决定怎么得的？我后来回顾我确诊的状况，就是我到了台南的一个工地，那工地的现场有人确诊，可是他并没有通报，而且他还在工地跟我混了一天。那因为我们虽然有戴口罩，也有保持距离，他没有告诉你？没有，没有。那你后来怎么知道？后来我确诊以后，我往前回推两天的行程，通知那几天接触的人嘛，我就提醒大家，就是说我确诊了，你们必须去做必要的程序啊什么的。可是后来他才告诉我他中了，但是他没有通报。也是你就是那个被他牵连的人。是，所以这还蛮呕的啦。做再多都比不上这样子的一次意外。那主要是因为你跟他接触一整天。对对，长时间接触，长时间，而且我们是在工地有接触到共同的物品嘛，那你不可能在一整天下来每一次都喷酒精，不可能。对啊，那甚至譬如说我戴眼镜，我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自觉的扶眼镜啊，或者挑口罩这样的过程，其实确实是防不胜防、防不胜防啊、那你当时你觉得不舒服是什么症状？我一开始其实是有拉肚子的状况，然后胃寒，就是身体突然觉得发冷。本来以为是淋雨造成的感冒啊这种类型，可是当天晚上我就发烧，发到将近39度，那隔天赶快一筛确诊了，哇，糟糕，怎么办？就那是那个对工作来讲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非常恐怖啊，因为我们的很多工作很多状况都在现场，是。那如果我们被7+7，那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无法联络进行，包括工程的进度，你可能都会 delay。所以那个当下其实是还蛮挣扎的，要不要通报是不是？对，因为那个好尴尬哦，就是我们知道说一定要通报，可是你不通报又不对，而且你一要通报之下，你知道就是整个脑袋闪了一遍以后，突然不行，该通报，包括家人，包括朋友嘛，因为你可能会影响到别人，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嘛，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可是一开始通报又开始又觉得又很辛苦。你家里有什么人跟你一起？我自己跟我太太住在桃园，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只有你两个，没有小孩嘛？没有没有，所以只有两个人。是，就太太当下听到你确诊，他 就直接跟你离婚吗？没有，他傻住了，说我们这样子的防疫模式已经是蛮高标了，是。然后我上下车进门，就是说不准他靠近的。那他一确诊，他说怎么会？我说我也不知道，但就验出来就是确诊嘛。所以我们当下就开始找资料，怎么通报，怎么看医生，然后看怎么样符合这个政策吗？隔离啊，马上隔离啊。可是又很尴尬，因为你必须先去看完医生，通报完你才可以隔离。那同住的人又是3+4，这个很麻烦。这个很麻烦，因为它变成说我们就有一个奇怪的空窗期，那一天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哦。
没有了，当然不能啦。嗯、没有没有，当然不能啦。可是当然不能啦。所以我们就找了可以户外看诊的一个诊所，然后呢，在户外完成这样看诊通报，然后回家隔离隔离。对，就你确诊之后多少天？太太确诊了，她到第六天，所以她延了五天。是，所以隔离还是没什么效。很难，因为很难嘛，因为我们已经。包括我换洗的衣物我都喷酒精的、哦、我的床单各方面我再拿出去给他之前我们都会喷酒精，然后没有直接接触，甚至隔着椅子放那个餐食这些东西，那可是还是会中。就是到第六天的时候太重，我们就是另外一种的错愕再加上放松了、啊、好吧，终于来了，是对不对？嗯，就不用再。所以你最严重到什么程度？身体的反应？最严重哦，我前两天最严重，我大概发烧到39度、嗯，然后两天都是在半昏睡的状态，然后一直流汗，肌肉酸痛，那甚至是头晕目眩，还有很多。所以那几天我们在跟他联络，他都消失了，嗯、不见了。嗯，因为我根本醒不过来，我根本就是在飘的状态，飘的状态，非常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嗯，而且那个是药物，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帮助，完全没有什么帮助。它就是你就是身体进入一个好像强迫休息，然后高烧晕眩的状态。你以前出过车祸对不对？很小的时候我蛮严重的，我大概7岁的时候是蛮严重的脑震荡，蛮严重的脑震荡、嗯、所以我对药物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对、嗯、很多东西我尽量避免吃药，我基本上都是让自己希望可以休息恢复，然后就能不吃就不吃，嗯，因为我吃了会很惨。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吃了什么药？我其实就是医院给我的退烧止咳化痰的药。那是感冒药啊？对啊，就感冒药、啊、感冒药。到第三天就没有了。你有吃新冠一号吗？没有。没有吃？没有，因为拿不到。拿不到，我必须再去看一次我才拿得到。哦，嗯，所以你用感冒药过日子。也没有，我有吃饭、啊、不是，我的意思说你用感冒药来做医疗的这个。是是是，唯一医疗上就是医院给的标准的这种。所以这六天当中都是你太太在照顾你。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啊，那他也不能出门，所以我们就是他就帮我准备食物，然后换洗衣物这样子。那六天以后他中？对，他中。那你好了？我好了，然后就换了，就换过来，变成我照顾他。那他很严重吗？他也蛮严重的，他大概前4天都在一个昏睡的状态，然后体力身体就是比较没有正常的那种反应，他就起不来，可是他没有发烧。你知道你好了以后你们俩就可以不用隔离了。有啊有啊有啊，但是我们你就不用隔离了。我们怕说哎、欸、如果我好了然后他会传染给我，反而我们两个在那种模糊地带，就是说那我们还是一人睡一间好了，我们还是遵守隔离的模式，嗯，远远的看一下你还好吗这样。那时候在想什么？我是在想说哇会不会又传来传去，然后永无止境这种观念了，那就完蛋了。因为我好了换他中，那、啊、如果我又中了，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这个门解除这个隔离的状况？这个真的是工作呢？工作就全部 shut down 啊， shut down。 因为 我自己唯一我公司的人也确诊，他比我早，然后变成我们只能用遥控用手机，然后请大家顺延，然后你还要通知客户为什么延迟，然后还要告诉工班请大家先暂停，那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很麻烦。可你又在昏睡。对啊，所以我就只好用零星的时间起来再看一下 LINE， 然后再说一下哎大家怎么样，然后我就是我现在还好，然后什么就是你还跟大家报平安，然后告诉大家请期待转阴的那一天。很麻烦，就很恐怖，包括家人也会关心，然后你又没办法完全陈述你的身体状况或者是你的反应是什么。那甚至你会担心说如果就算我们确诊好了转阴了，那未来的你还是有新的病毒，那甚至那时候因为你出不了门你就一直在看好看新闻，看一些有关修复的东西治疗的资讯，因为我们很怕会有后遗症，我们很担心会有后遗症，因为我们是属于不打疫苗的那个。你跟我一样，我也不打疫苗、嗯、我跟我太太我们都没有打疫苗，所以你知道说你小时候出过车祸嘛，对药物是很过敏，对对，我很怕，所以你对这个很怕嘛。对，而且我担心的是说
确诊了我们可能还有机会治疗，那打疫苗的副作用真的无法预期，完全无法预期。所以你现在已经都结束了对不对？康复了，超过一个月。康复了，你有没有后遗症？你有没有觉得你有后遗症？我个人觉得在前一个月，就是第三周跟第四周，它有一些影响，它包括在你的心肺功能啊，还有你的体力都有受到影响。而且我们很明显的，我们在工地，我们的劳动是大的，我们可能一天走几万步，最少是7000到10000。可是我刚隔离解除以后，我去爬个3层楼我就喘，我讲5分钟我就喘，可是我没有咳哦，我就是没有那种很严重的锁喉，没有那种很严重的就是刀割的那种状况，但是我觉得病毒的影响是在的。一直到这个礼拜其实整个体能才恢复哦，整个体能虽然现在算是说你觉得是恢复的，对对对，可是我个人觉得它应该还有一点点，因为我们以前不会觉得那么容易疲累，现在会疲累感，我们会突然觉得8、9点你就想睡了，然后一睡还睡到隔天，而且那种的睡眠状态是你无法控制的，就是你整个身体就好像被强迫shut down了，蛮严重的。太太呢？她也是耶，她其实跟我一样，她也是在家里，在因为她比我晚一个礼拜嘛，所以她到上个礼拜都还有这样的状况。她可能就会在那边，然后有一点，我们个人觉得是都还有一点恍神，然后体能变差是真的，体能变差，可能整个恢复要到一个月的时间才有办法。是我们在看到很多专家的建议里面都是希望你赶快要回到你生命当中补充正确的营养素，是啊是啊，对，因为特别是我们没有打疫苗的人，其实我们在这疫情的将近2年我们就一直在做保健品啊，免疫力的提升，那除了防疫的政策以外，被测试以外，大概只能这样啊，你只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啊。对，我也确诊了，所以我在确诊的过程当中 的状况，我的身体的恢复里面，就是我最害怕的就是咳嗽。因为听了很多人都是什么，你要说心如刀割，对不对？他是喉如刀割，有锁喉，真的真的。我们身边在前后，包括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他家人确诊了，问我们的经验。对，那他们。都有确诊的很多朋友都回馈，就是说他那个喉咙真的是锁住，说不出话来，咳得很厉害，还有就是那个刀割的感觉非常严重。还有在我们品牌会客室里面，我们其实在之前我们都有访问过，像我这次的安然度过了所谓的锁喉啦、刀割啦，这种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是我了不起只是喉咙稍微有点沙哑，声音有点沙哑之外，我就全程我都是用，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有推荐过大家就是使用这个奈米银的喷剂，全程我基本上就是狂喷，我还好了，我一天喷个2次3次、对，我就是把它放在床头啊，然后如果说一旦遭遇到一个喉咙上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就立刻喷啊，非常非常有效的感觉，就是它喷上去之后是整个喉咙的不适感就会一直疏解，一直疏解。其实我自己也是啊，我们平常就有在喷，但是确诊后我们有增加那个量，然后就是本来是用雾，后来确诊后我们就用那种喷剂直接喷，不过我是没有范老师这么多的量，大概一天就固定3次。我是1小时3次吧。可是那个喉咙真的很幸运啊，我觉得就是完全没有被锁住，只有一点点咳。对对对，这点很重要，因为喉咙那个这个点啊，其实你知道锁喉嘛，是你如果这个点被锁住了，你生活都不要过了，连饭都吃不下，饭都吃不下。我们有朋友确诊是他连饭都吃不下，没有饭，你没有吃营养素进去，你怎么可能有体力对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很不一样的哈。所以那你现在慢慢开始恢复了，是，对我也是开始慢慢开始恢复。其实我今天请他来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是在工作的场合当中，我们会碰到许多人都需要接触的事情。那 他跟我的状态很像，就是我们都是夫妻两人住在一起，那他是可以马上隔离的，那我也是，我是
没有办法隔离，我们是夫妻俩没办法隔离，因为他照顾我生活，他没办法隔离嘛、嗯。你去过我家嘛？你就知道，对啊，这没办法隔离的事情太难了。但可是重点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你是隔离、嗯、用力隔离六天以后，你老婆中还中哦。我是没有隔离、嗯、六天以后，我老婆中，这样子吗？所以真的这种 有什么差别呢？没什么差别。这样我们还算蛮同命的，嗯，也不是，就逻辑上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我跟你的状况一样，嗯、就是。你说你是在工地里面看到有些人确诊没有通报、嗯、对不对？那我是因为我在片场里面、嗯嗯、跟很多人一起接触、啊、在一个密闭空间里是很多人接触、嗯、长时间接触、嗯、所以从这些经验我就知道说这个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或者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大家目前很 lucky 还没有被确诊的话、嗯、重点是跟一些最好不要出入到一些场合那些场合你要长时间跟某些人接触是还是要避免、哦、还是要避免、啊、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很重要的诀窍、哦嗯、因为时间长是一个会感染到的那个力那个的强度会增加嗯，是的但是你如果一旦万一不小心真的就是这样的时候喉咙有不舒服的时候我真的可以跟你讲说我们使用的方法真的非常的有效非常有效、嗯、非常有效跟身边的朋友比较起来啦如果我们今天自己还没有确诊没有经历过这一段是我们也不会知道哎，差异这么大然后实际上的见证是我们自己亲身的体会嘛所以也确实是也透过这个品牌或者是提醒大家就是要用好的防疫政策之外也要有对的相对应的那个治愈的过程是的、嗯、所以这种就是生命当中你会发现你有一些事情它进入到你的平常的保养的时候那这保养的东西你在就你要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嗯、那你现在怎么样你在吃的时候你可能没有什么立即性的反应、嗯、但是你相信某一些产品它的价值、嗯、它的制造它的过程它的成分它的一些理念都是跟你是相符合的时候很重要我是跟大家说明是觉得这些的东西它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在跟你讲我在给你推销什么商品啊，给你推销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真的亲身体验看到了、嗯、当我在疫情前使用的时候到我真正遇上的时候就是说实在前面都可能讲的天花乱坠大家都是理论啊理论一缸子但是真的你碰到的时候嗯你就是当事人是对不对马上哎、嗯、我也中了那怎么办立刻怎么处理这个时候你前面所做的准备以及你当下你所遇到的所有的症状嗯就是代表了你过去做的事情是不是一个总回顾 是没有做对因为它是需要时间的啦那你也不可能说等到你确诊了然后你马上有特效药对坦白说也没有没有也没有医生就开感冒药给你嘛就感冒药你去药房买感冒药也是一样的道理可是你是不是能够躲过它而且症状能够缓解然后让你自己、嗯、在后遗症的那个现象是越来越少、嗯、对不对是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今天请到我这个好朋友 James 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我们在当时这个距离现在录影的时间也不过才两三个礼拜前的事情是是是对不对是、哦、才慢慢才刚刚恢复没有多久的时间提供大家做参考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好那么谢谢 James 谢谢好不好祝大家平安谢谢大家谢谢拜拜祝大家平安